朋友们好，我是骑着单车从河南去往新疆的老二。咱俩是跟着老二去新疆的元宝和六一，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昨天晚上在这个圆形桥洞睡觉，下了一夜的雨，刮了一夜的风，打了一夜的雷。这个桥洞本身还是斜的。这边低，那边高，然后我睡着睡着就秃噜下来了，睡着睡着就秃噜下来了，弄了我一夜，感觉跟拔河似的，也没有睡好，现在是腰酸背痛的。外面现在还下着雨呢，朋友们，收拾收拾东西，继续出发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他俩早就出来玩了，这个雨布全是泥。东西已经收拾好了，朋友们，继续出发，加油！这段路赖得很，晚上又下下雨，全是泥，还是搓衣板。我们三个单身狗已经到拉孜县的热萨乡了，找个饭店吃点饭。这个乡建得还行。还有路灯呢，两边正在修下水道呢，估计。要了一份青椒肉丝拌面，25一份，看着还行，份儿还挺大的。跟着的时候，我相对来说骑得慢得很，就跟遛狗似的，要么就是推着。大家不用担心它会很累啥的，它就跟散步似的。
山上还是冷啊，把衣服穿上，要不然太冷了，感冒就麻烦了。一般是不会感冒的，昨天淋雨，衣服全都湿了都没事。快到山顶了，快快，马上就要到了。这儿爬爬爬，爬到这个地方，应该就到山顶了。上面是个信号塔，我看上面还有经幡呢。现在是下午的7:30。小弟竟敢班门弄斧，大威天龙，大威天龙，大罗寡咒。天高地厚还在这儿，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。果然把马步